连名带姓，连皮带肉啊。那这种歌有一唱他，他还有一个辛苦的地方，歌人家已经很熟了，对，已经很红了，你怎么样扭转那个味道？哦，后面才有朋友来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少奎。我记得他啦，上次他们家就是开豆花摊的，是是是是，对对对，非常好，年轻帅帅的啊。然后刚刚还自己带的豆花来，对，这个是一种艺能界的潜规则。被发现，被发现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然后这当中唯一的败笔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哪里？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加芋圆？在看哦，你是不是没有加芋圆？不是，因为我不确定你们什么时候会吃到它。芋圆这种东西，它放久了会变硬掉，对，就是怕品质会受影响。好的，谢谢你今天来，我们下次有机会。好，一定会再芋圆，因为没有芋圆就不能表演。主持人，好，怎么给他机会？给他机会。你叫什么？王什么？王少王八少奎，王少玉，王少奎，好好，你要小心哦，把你豆花店买下。今天你有毛病是不是？全部是钱，全部是酱花的，只要购物的。对，你还在双十一哦。哦，还在算，还在算的。你今天要用什么曲风来改变？今天用的风格是 disco， 好，带来这一首 disco 版的《连名带姓》。小虎队，有适合吗？哦，吊带吊带哦，大脚丫，对对对，嘿嘿，哎哎哎，耶呼！零七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，要是依然念不忘在不成头，早放心彼此好好过，有多久？怎么想到住在我心里头？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成什么？太笨苦中自私的我，犯了偷窃世界的错，复制贴上你的爱呀、啊。很精彩的你不甘寂寞，这圈子不太大，多少听说青少年流浪，像是种信仰，过程这么凶。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，城市有一却疏远的可以，多少人爱过，连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。在初心之旅终究是不甘寂，哪来的勇气？我就是不灰心，我且爱且走，其实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，你会不会又错过？疏远的可以，多少人爱我，也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，只剩你没拆穿我。初心之旅终究是不关机，哪来的勇气？我就是不灰心，我且爱且走，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。要是我们又错过，就别再回头。都不喘，豆花店老板，哇，这个哇厉害，有没有看到他？其实他本身哦，他本身就是 dancer 出身，对对对，以前就专教这种节奏啊，就军董他们最懂。你是弹吉他还是 bass？ 我是 bass 手， bass 手嘛，这种叫懂滴滴嘛，反拍的东西会比较多。懂滴滴听得懂吗？懂滴滴，我们音乐人在聊那天，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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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哦，老师介绍是不是用打的？对，大拇指用打，然后食指或者是小指都可以用勾的。哎，你能不能懂滴滴一段？我们示范空中。
中空空气空气空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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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且走且看。如果将来遇到有钱的老板，然后又愿意帮你做唱片，好不好？没机会不就来了？是是是，对啊，去想我就尽可能的做好他。祝福你，好。谢谢老板，老板，老板太明显了哦。怎么样？他今天的钱花的差不多，预算有，他预算有效，差不多了。我的每天的扣打就是差不多200万，下次满意了，花完了就没有。是，下次来王君董这一段改编的你喜欢吗？我想要问的是，为什么没有我的豆花？哦，现在做菜那久了也会拉塞的哦。有啦，豆花当中有，给年轻人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这个唯一能够，唯一不能放弃你的人就是你自己。是，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看你上次的表，上次来节目表也很精彩啊。那一个是什么？中国老总。对，那个很好。对，其实你往这个路线去走走看，我觉得你说猥亵这个路线吗？哦哟，你现在要知道什么叫猥亵。我们是不好意思讲啦，对吧？你自己讲是要台阶啦。感谢王少猥亵，谢谢王少猥亵。